你知道炮弹是如何装箱的吗？接下来就来带你打开两箱。首先是用于飞机加农炮发射的20毫米 M18A3 训练弹，打开方式为这个开罐器，打开之后就能看到24发训练弹，整体交错排列，底部印有弹药型号和口径。此外还有纸质套筒包裹在上方，起到防潮的作用。接下来是 M242 大毒蛇链炮发射的25毫米炮弹，炮弹使用铁盒包装，打开之后就能看到弹头分别涂有黑色和蓝色的25毫米炮弹。此外它们都被弹链装好。那么你知道弹头被涂成了黑色和蓝色代表什么？